郑和涂山基金会要办的活动啊，正在戏呢，文化中心呢，丽都新呢，以前的中山公园，又跟台湾银行啊，哦，又跟还有韩国日本的店呢，英语教学呢，补习班啊，有钱了，新营市公所的，有钱了，中国国民党新营党部了，民政服务室了，左边以前的安县以后发条，北边新营高中了，北边新进国小了，北边我东升新营等了。乾隆新进国小啊，右边新民高中啊，再从中正路到北边顺发了，到北边长荣路了，左边有家乐福了，右边有和光山新民总堂，右边有中台城市有县军事了。六一七了，那左转就到了那个郑和火炮。